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今天呢是泰国的父亲节。泰文说 One Paw 很差 One 呢就是天或者日嘛 Paw 是爸爸父亲 很差 很是知或者英文的 of 差是国家，所以 One Paw 很差就是国家的父亲节，是泰国的父亲节。我们的父亲节呢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是我们第九个国王的生日，就是上一个的生日，所以每一年12月5号就是泰国的父亲节。除了当父亲节然后国王的生日以外呢，他还是有 One Yud Rashagan， 还是 One Yud Rashagan 是什么？ One 是日或者天嘛，刚刚有解释了， Yud 是停，所以你停的不用去上班工作的， One Yud 就是假日。然后 Rashagan，拉叉这个字呢是从拉叉国王来的，干是事情，所以国王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就是英文的 national 这样子。所以 one yud rashagan 就是 national holiday 或者国定假日，因为国家的假日嘛。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两个字在心里是怎么说。 one paw 很差 OK 吗？ one paw 很差，爸爸天嘛就是父亲节，然后 one yud rashagan假日跟国家的事情就是国定假日 National Holiday。 好，今天这样子，希望你们觉得今天有用啦。我知道是你们那边应该不是父亲节，但是泰国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国定假日，所以等一下我就跟家人去吃饭了。拜拜，谢谢。